等等等等，介绍翻《守护老友记》嘅重要武器——长者医疗券。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！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，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，例如健康评估、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，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，用喺呢啲用途。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！